当年神偷四世代卡士相当强劲，包括黎明、舒淇、陈小春等等。开场呢位饰演黎明女友的靓女，大家又知不知道是谁呢？她就是来自马来西亚选美出身的吴天宇。当年她赢了马来西亚华裔小姐冠军之后，就来到香港参加国际华裔小姐竞选，可惜最后输了给叶璇。落选之后获嘉禾电影签约，后来被徐小明睇中，加入了骄阳电影，并在有线卫视新之台担任主播。可惜咁多年以嚟都未能走红，佢决定翻家乡拍戏，几乎每一部戏都是女主角，发展比起香港好得多。41岁的佢已经是当地的时候，前年更加同拍拖6年的男友拉埋天窗，而家有一个仔仔。